不想叫我亲爱的家人大家好，我是盛家长，我是台北盛家长爱班的范一飞。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石头里的比喻，石头里的比喻。耶稣说，天国好比一场雨，要是在当里下雨天醒了回来清晨时间，要是要捂在窗门的时间，这个也是被这个被这个，因为捂着一个在窗里，把这个窗门一开始的时间一分钟过去，却没见到新郎，我就回来，不知道那么远，你那么近的路，也让你见新郎，结果从你等到这个，等到越来越等到。等到多大天还是等到我却倒了，等到大家睡得正寂静的时候，没想到今天半夜了，不知道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，你们赶快出来迎接他吧。眼看天越来越近，我不得身体疲累的这个场面，赶紧起来把准备好的灯点上了火。那五个没有预备要在窗里，赶紧跟窗里的同伴说：“请放点油给我们吧，我们的灯油快要灭了。”那五个就坐在窗里，可可爱的，这都不合适吧？但那请求没有得到上面的回应，窗里的同伴回答说：“我是。”欢迎大家来做客，我们一起用咖啡不搞不能你们到那边来的地方去买吧。那我可以说的同理以最快的速度要去买到油，难进白天是买不到油的。欢迎大家同理跟新郎一起进去参加喜宴，学弟们就可以了。那五个坐在窗里在玩灯油的时候，看回到外面的地方，发现门关了，大声喊说：“路啊路啊，给我开门！”但除了那座小便桌上和一关地的场景，新郎却回答说：“我是在打理你，我不认识你。”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来告诉我们，要学习口渴，轻轻捏住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新郎何时会来，也许是组合组合来，就会错过了。